的智慧天下闻。大家应该都有过这种体验，当我们的手指长时间浸泡在水里，手指就会出现坑坑洼洼的现象，不像往常那样饱满了。那么这是为什么呢？从生物学的角度来说，人类做任何的事情几乎都是需要手指去配合，我们的手指也根据基因的不同形成了很多的样子，但是结构都是一样的。因此不管是任何人把手指放在水中的时间久了，就会形成凹凸不平的样子。我们的皮肤底层有一簇簇的富弹性的蛋白质，跟表皮细胞是紧密的粘在一起的，因此当我们的手指在水中泡过一段时间后，手指头的皮肤就是收缩或发胀不均匀，因而就会变得坑坑洼洼。除此之外，我们人体的血液浓度肯定是要比外界水的浓度要高，依据低浓度流向高浓度的原则，外界的水慢慢地向我们的人体流动，因此我们的皮肤慢慢地喝饱水。而皮肤的面积只有那么大，所以有的局部皮肤侵占了其他皮肤的领地，而其他的皮肤就能够缩减自己的领地，这就出现了手指有褶皱的现象。若手指长时间浸泡在水里而变得坑坑洼洼，这是正常的，但是我们要是洗个脸那么短的时间内手指都会出现坑坑洼洼的现象，那就是有问题了。一是因为水的碱性超标强烈刺激皮肤而引起的，二是因为体内严重缺乏营养素而引起的。好了，本期的节目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。